申控一下，今天吃个彩虹。好健康哟，最近确实是吃榴莲太多了，需要控制一下。我这个是零添加白砂糖的水果燕麦片，你准备的这个是水蜜桃多多，也没加糖。水蜜桃味贼浓，有那种很天然的香香的那种桃子味。哎呦，全是果肉。这里面全都是果肉，而且种类超级多，特别大颗。酥酥脆脆，酸酸甜甜。麦片还是拌酸奶最配。